很多人都说叶提老师的影片很没料，什么没料？我给你看什么叫真正的没料。我们现场呢，这个是棒浦车，它开过去的这台就是在路上很常见的料车。那我们的棒浦车有三台，料车现在才来一台，他们现场就停摆啊，棒浦车没有东西打，这台就没料，好不好？